掌声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各位帅哥美女们，大家好。然后我是今天的讲者王真英。然后我今天的讲题是梦想实践力的培训。那我是台中一中97年台中一中毕业，然后97年考上台大生科，然后又升上台大生科的硕士班，然后目前在研究水质胚胎发育。然后大家看到我右上方的那个图，就是照片，就是知道我非常喜欢动物，所以我会跟蛇拍照。然后上菜差点被蛇亲吻的。那我想请问一下各位，你认为什么是梦想实践力的关键？就是要怎样才能够实现梦想，实现自己的梦想？对，有热情的关键。一真，你要讲一个。决心。决心也是很重要的关键。勇气。勇气也是很重要的关键。爱。好，那我认为就是有很多都是梦想这些关键，然后我大概粗列几个，就是你们说很对，然后就是自我认识，还有主宰自己的学习，还有坚持方向。虽然有时候可能要达到那梦想可能会绕一点路，但是坚持的方向还是能够到达的梦想。还要有一些人生的规划，另外就是做就对了，执行力。那我先介绍几个我之前的现在在进行的梦想。然后第一个梦想是城市浪人，城市浪人是一个流浪挑战赛，然后它是之前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香港等城市举办的挑战赛，是一个活动。然后它今年度会在5个学校地区大规模的成立举办挑战赛，还有年度聚会，然后每个挑战赛大概有30个任务等你来破。然后他挑战赛的挑战任务都还蛮特别，是例如说 free hug， 就是找路人拥抱，然后温暖路人这样子，或者是问路人要不要需要帮忙。那之前的组别就是有去问路人要去帮路人。全盲的人，他表演，然后帮他拍手，还有就是在路人很多路人面前，然后讲出自己的梦想，还有就是去了解一个小贩为什么他会在那边经营，然后还有帮他想出一个 slogan， 帮他叫卖这样子。然后大家不用紧张，那些挑战呢都是有组别会分组，然后就是可以成一个团队，然后去组别去完成它，所以不用太紧张。然后城市浪流浪挑战赛的主办人，他小黑，他在台大附近成立一个浪云集茶店，然后作为一个梦想分享的平台，觉得那个概念还蛮不错，就是他邀请很多人参加城市浪人的活动，然后来分享自己的梦想。分享完自己的梦想之后呢，就会把它写成记录，然后呢之后有一个陌生的你来到浪云集，然后想要知道这个梦想的话呢，就他就带你去认识那个人，就真人图书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通过分享跟做中学，然后可以不断的更认识自己，更认识城市，更了解。然后另外城市浪人每个月都有活跃活动，例如说8月活跃的维尼挑战赛，还有7月活跃的夏日未完的梦想拍卖会。然后之前有一个胖胖的一个尼莫，然后他就分享了 free shop 的概念，然后就是让大家的物品可以延续它的实用性，然后不用浪费物资，大家都可以捐赠自己不太需要的物资，然后呢之后想要的时候都可以去拿去，然后想要成立一个 free shop。另外还有我在那个当下在那个活动分享节目里面，有些找到伙伴一起去完成它，然后还有很多人分享了。环岛看海啊，做 app 啊，写程式的一些，写网的那些，然后透过城市浪人活动，可以更了解城市，更认识自己，更勇敢的跨出舒适圈，
然后就是台北城市浪人，就是筹备团都在找我，大家可以来找我。然后也可以上粉丝专页城市浪人去看。然后第一个梦想是职场素养领导力的梦想，是陈长芬教授就是在台大开一个 Coursera 的课程，叫职场素养领导力，大家可以去上一上。因为刚刚也提到就是 Coursera 课程。然后这个老师他讲的职场素养启发我很大，从像我如果读生科的话，我就是专家的话，就是只要会做研究、做实验就好。然后要如何就是从专家，然后变成具备职场素养与领导力之后就变成专业。另外还有就是从自信到短暂的自信到长久永远的实质信心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训练。那我想请问一下各位，素养教育是什么？大麦。把一个人的行为纠正成一个素养的人吗？那一针呢？我觉得是一种待人处事跟价值观的不一样。实力呢？素养教育是发展他天赋的一种方法。嗯，大家都说的很有道理，都大概就是类似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其实素养教育需要关键包括了专注、觉知、正念、品格、自信、合一、气度、勤奋、优雅等等。然后还有品，它的定义其实是平素的修养、教养、学养、涵养、品格、同理心、价值观、学识、心理的一个培养。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需要有一个典范学习对象，系统化的知识来学习。所以陈长芬老师他就有十三同外师傅，还有老师本身就可以通过实践学习，做中学，学中学，去学到许多职场素养与领导力的关键。然后这边有广告，它就是在这几个月内都会有通往专业的一扇门职场素养巡礼活动，会由大使们来举办。然后像是就是会介绍一些握手的学问啊，哎不是，活动不是介绍我的，但是我会说职场素养的领导力就会有跟一些握手学问，还有就是主动跟别人聊事情，还有很多很多什么履历什么，反正很多都是职场素养都会包括进去。然后就是告诉别人，就是说你站出来，你就是 right， 就是对的。然后这是职场素养领导力的本身专业，就是有五项核心议题：职场素养、幸运智能、全球议题、领导力、生活的素养，取材自许多国内外经典的有名的期刊，期许成为华人终身的学习平台。然后就回到就是素养教育，就是理就是一切美德的总和。然后台大的校训敦促溺学爱国爱人，然后更好的社会就要需要从在场或是在场每个人都做起。然后未来目标就是要有大使，还有网站，还有协会，还有机构推广素养教育。然后现在正大使在9月1号就快到了，再过几天，然后大使在招募，就可以请他来找，如果有兴趣的话。然后还一样，就是还有职场素养与领导力的粉丝专业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第三个，就是梦想的是 US School。那大家回想一下自己在高中在填志愿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？一真，不要再 Q 我。伟明。是也不太确定自己大学大概想要什么，然后就随便选一个看起来然后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东西。嘉伟呢？在这里。嗨，等一下吧。今天你有事做啊？好啊，就因为兴趣的广泛，所以不晓得你的要求什么学校。对啊，所以大家都讲的蛮有道理，就是。是不是没有人告诉你这个科系在学什么，然后也没有能告诉你这个科系的出路，然后也没有人告诉你这个科系的黑暗面很重要，因为像某些科系就有很多怪咖，就不要去这样。
然后还有这颗系的酸甜苦辣点滴等等。直接来告诉你适合适的科系，然后让你找到合适的校系，然后分享自己改变教育，然后回馈社会，告诉社会我们并不是草莓族。然后一样 ，U School 团队之中，在招募中可以找义珍、嘉伟都可以。伟明，台科大的负责人。然后大家可以去搜寻 U School 粉专。然后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水蛭就是蚂蟥，然后不是过鱼，再讲一下。然后就是水蛭陪它发育。然后因为我做很多活动，然后我就要时间分配，所以我就要把自己本分做好。然后透过新，它是透过新的机群，对。然后梦想实现了，然后就去做公益，然后持续精进质量素养，然后去完成其他梦想，然后大概这样子，然后我的联络资讯，好，谢谢大家。